8780准备通过，我是公管理的社长。那2013年8月8号，瑞芳红牛路11:04，我们就是8780基础发车中沿线开往宜兰的试运转哦。那么莒光号专列1500型的试运转列车准备通过，1500型名车机关牌1504哦，哇，一个1500那三节，那么莒光号。超级厉害的啦，8780准备通过。8780哦，在瑞芳，下路通过，1:05，8月8号。我下面干嘛专门都做电动大转片？耶，我的8780看到依然的，让你心中聚光哈，专利。在瑞芳两通过，赶快直接接。1:06，8月8号。